你好，中午的10:20左右了，来看看社长到万历到花博公园，看看有什么好吃的，来跟各位报告啊，有什么好吃的啊？今天太阳阳光普照，天气非常非常好，脱离昨天前天冷气团来的那种阴影，好多人跑到了花博公园。很多人都到花博公园来游玩，你看每个人都戴个口罩，商店每个人也戴了口罩，但是少部分人也没有戴口罩，但戴口罩比较有安全的。花牛百，一杯50块，看看他是喝，看看是。给喝喝看。洛梨是70块钱。草莓也是70块钱。来，谢谢你，啊，不好意思，先晃一圈，等会来看看。前面是农夫市集。我是很喜欢买点东西的。这个馍一定要吃。那你们说，老板娘，你干嘛强迫我吃馍？它可以预防心肌梗塞。它的膜就是预防性的，跟花生膜是一样的意思。待会去用烤的，用电锅蒸一锅。老板，我买这个100块分两个，这个50，这个50。哪个50？这个开口笑。对对，我都这样买的，50跟50。最喜欢买他的点心，就买个100块，那个50块，那个50块啊。会做梦你就晚上吃。老板，我拜托你摆到我后面的袋子，绿色袋子可不可以摆得下？不会掉哈。帮我这个拉链拉一下，我拿钱给你。这个拉链拉。这边有个黑色皮夹，帮我拿出来一下。对的，对的。拿个100。麻烦你一下。对的，对的。谢谢你，谢谢哈，谢谢。社长买了100块点心啊，社长喜欢吃点小东西，喝下午茶啊。这家卖这个凤梨汁，今天没有舞台表演。这一家的商店卖凤爪。老板，你要什么单？凤爪。一个围龙也交五毛。看一下价格，账单。还有麻。不要乱了，这个东西呀。
来来来，商店并没有什么人逛啊，花博公园。啊，这个武汉肺炎，厂商都惨透了，但是会买的人还是会出来买。金爪南疆，哎，今年的花博公园没有表演，上个礼拜还有个公益表演舞台，今天没有，就是农夫市集还有这些。明天来跟一个人约在2:30约在这边，明天再继续啊。这是花博公园假日的活动，人潮不多。